鞋的脱销团，还有以及我们加入这个帽鞋这个电子行销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先透过这个电子行销这部分，先把我们公司的产品的资讯上化到全世界去，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二个阶段就是带着我们的小部分的商品的参加我们脱销团到各地去，由帽鞋呢在驻外单位先帮我们联络一些属于我们需要毕竟专业性的这些买家来这个会场跟我们一对一的接触，然后这见过透过这种一对一的接触，一方面呢把我们优质的产品介绍给国外的买家，一方面呢也跟他们建立一种好像人与人之间交触的接触的感情，久而久一两次以后呢，我们因为我们的产品的品质上面的优良，然后透过买卖呢也会变成好朋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一方面也能够更能够了解到市场实际的需求在哪里，然后回来以后呢，我们就能够更研发出更多好的商品。最多的是中东啊，然后我们中东那边的，我们参加的大概有三年，然后非常让我们非常振奋的就是说，我们的业绩的成长大概应该会有达到三倍左右。那中南美的话，是因为我们之前从来因为中南美比较远嘛，那对我们台湾的一些厂商来讲，像我们专业性的厂商来讲比较陌生。那我两年前第一次参加中南美的时候，才发现到说这个市场真的是非常值得开花。那东南亚的话，因为以前我们在那边已经有一些经销商了，可是这些年来呢，因为受到一些周围国家的这个商业竞争的这个影响，所以订单量上有减少。所以我在去年开始又参加了东南亚，然后一方面也是跟一些老客户啊、老的经销商，他们再去跟他们谈一下，问一下为什么他们这个市场这个会有一些好像萎缩的现象，然后客人就会把他们心得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回来以后呢，就会跟我们公司的这个经营团队呢，大家一起检讨以后，会提供给客人更好的服务，那客人也都非常满意。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经常要参加脱销团，要四处去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也有透过那个就是帽鞋的我们电子行销这个部分，这是我们经常都会就是一些电子行路的话，会有多帽鞋这边帮我们做一些算是全联性的服务吧。我们之前有在上面广告啊，刊登广告，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促销商品，我们也会刊登在经贸网上。像你们有一些，你们会邀请国外买家来啊，对不对？那国外买家来的时候，就表示买家为什么要来？因为他们需要，那我就知道说市场需求在哪里。那当然，所以这个我是觉得，你是一个有心的企业家的话，应该每天都要看，不能只把它交给你的小姐或者是你的业务专员看，自己也是要看，这很重要。